看到这就是政府所谓的绿能爱护地球永续发电吗？来看到这就是政府所谓比核能还要再干净的发电方式吗？中火二期要增加四部燃煤机组，环保审查居然过关了。来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发出了怒吼，说对于二期环评审查结论感到非常非常失望，火力发电都是重大的污染。台中市府当然可以体谅中央是为了用电的需求增加燃气机组，但是呢，同时应该要做好去污除污，才能真正保护民众的健康。否则为什么凭什么都要台中人来用费发电呢？好，卢秀燕也说了，环境部升格后的第一个表现令人失望，在中火二期的环评审查只有增加污染没有减少污染，严重成为了污染护航者、放水者以及保护者。好，来看到，那当然这一次的能源现况也攸关了电费。好，能源问题一直不解决，电费反而不断的往上提升。这一次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他们是联手向中央来争取捷运优惠电价，因为很多的包含了公家机关或者是一些大众捷运的部分呢，也承受了高电价之苦。蒋万安就说了，今年接连两波的电价大涨，用电成本大增，而政府又刻意抑制票价浮动，已经压得大众运输业者喘不过气来，于是会和这个卢秀燕来联手争取捷运适用优惠电价。好，联合报怎么评论呢？毕竟如果卢秀燕她真的要选，假使啦，她真的要选2028，那台中的一个中火二期的问题，恐怕也是她必须要好好面对解决的。联合报的社评就说，改变台中用费发电的命运，卢秀燕的终极思考。卢秀燕逐步走出蓝营共主的格局，要彻底让台中不再沦为用费发电的命运，改变台湾的用电和发电方式，应该才是卢秀燕必须要来思考的。好，关于这个用电的部分哈，以及下周很重要，又是一个战场的登场，财化法大战预计要来了。而国民党的说法是，财化法这一次朝野分歧的点是什么呢？依照过去现行的这个法案的内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比例是7:3，那国民党现在想要降低中央的比例，提高地方比例，让地方的财政更为宽裕哦，不要每次都是中央盈满钵满，钱很多，但是呢地方苦哈哈，尤其现在民进党执政，大家似乎也感觉得到特别照顾绿色执政的那些县市首长哦，所以一些蓝营执政的地方钱很难过关，很需要钱，所以这一次呢，想要借由修财化法来让中央地方的财政收支平衡一些，理想的比例应该要从7:3调为6:4。好，已经排定了11月4号、6号、7号，相信有三天的讨论议程，非常的宽松，可以获得充分的讨论，有意见都欢迎来表达。这是来自财委会国民党的赵伟陈玉珍他的一个说法。现在国民党也由党主席朱立伦来下达军令，修法唯一关键就是中央多拿的部分一定要还给各县市的政府。他也说了，过去包含了如果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赖清德啊，或者是民进党，25年以来也都是主张修法的。那你现在变成中央执政，你难道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吗？所以呢，他说相信未来立法院表决时，民进党的立委们，你们会凭良心来投票支持修法的，对吧？已经出现了喊话。而傅昆萁则说呢，财化法的修法是重中之重，也是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充分资源推动地方建设的关键。那财化法在立院是特急件哈，一定要立刻解决了，不会有一些讨价还价的协商空间了。认为下周就会来优先的密集审议，尽可能在本会期完成通过。不过呢，民进党这回也有意见啦。来看民进党的这个财委会赵伟郭国文就说，蓝白一直讲不出一个真正的理由，到底为什么要急着修财化法？他认为并没有一定现在就得修的急迫性啊，而是很久没有修，才更需要仔细谨慎的评估修法吧。
好，国民党希望啊，速战速决，让他尽量能过就快点过。但是呢，民进党这边啊，可能会就使出了拖字诀了哈，所以双方还有一些攻防要走了。不过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回顾到刚才讨论到的台中火力电厂二期，确定已经通过了环评，要新增四部燃气机组。台中市长卢秀燕很担心啊，台中人又来被迫用废发电了。我们来听他说法。昨天审查的结果容许中火增加四部的燃气火力机组，却没有任何的污染的递减要求减少或者防治的要求，是令人非常失望的。环境部从环保署升格为环境部，更应该加严保护环境、保护人民的健康。但是我发现升格以后反而倒退，形成纵容，行人放水。昨天对于污染大量增加四部机组，没有一分一毫有关于空污或者是污染如何减量或者应该怎么要求，没有只字片语。换句话说，昨天的审查只有污染增加，没有污染减少。所以环境部的第一个表现，它才升格没多久，让人民非常的失望，因为比以前的环保署还不如，严重成为污染的护航者，成为污染的这个放水者、保护者，令我们非常失望。那昨天这样的一个审查结果，换句话说，要中部地区的民众用废发电，用废发电，而且我们的机组只增不减，污染只增不减，哈。那我觉得这是中部地区民众没有办法接受的。环境部没有资格成为环境部，应该降格，因为他们成为污染的保护者，成为污染的放水者，成为污染打手。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